现在是20245月14号傍晚18:46，视频开头，大家只是听到了病态的、不正常的狗哀嚎，仍然在继续。还有110的警车声、呼叫声，还有救护车声，各种餐馆里全部团伙常用的病态噪音一应俱全，同时播放，唯独不一样的就是比以前的音量小的不能再小了，非常小。以前是方圆一两里可以这么说都能听到，现在微微的音量。我在家中被江苏省邳州市餐馆里全部团伙公开的残骸已有7年多，残骸从未停止，仍在继续。餐馆里全部团伙的存在根深蒂固，由来已久。我被残害不是个例，隐情很多，地方黑暗。